正常呼吸哦。哎，平常很少这个角度看宪哥那么久，而且一直在那边叫也很难得。然后吐气往后仰，吐气。气往后仰。听说甄子丹哈，每次到台湾来。就是要找他帮忙按，在英国，在英国，英国的店。我的经验是澳洲，然后还有英国跟台湾。那为什么会在英国？是因为那时候他在拍《星际大战前传》，然后就刚好在我们店消费，然后遇到我。遇到我之后，他就有跟我讲说，他其实拍武打片容易右肩很受伤。对，我就帮他按，他就说你的手法跟我香港的师傅很像，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来找我。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还有带他老婆。一起来，我也能够按到大明星，真的声名大噪，对不 对？那时候蛮开心的，有按过吴宗宪嘛？应该今天就可以，今天应该有机会。来来来，你在脚底按摩是吧？来，全身都可以，全身好。你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按啊。医师是跟我讲，他说你这个腰很明显，打球吗？还是不是不是？他跟我说你千万不能录影录到凌晨四点。哦，我们几天都这样，抓到了。身体累的时候也会有可能咬，然后后来还好，我用那个石墨烯的那个靠枕，这个不是用肩的，肩的是肩膀，那个像新产品。因为我按摩，我比较敢给男生按了，对，哎，真的哦，对，因为怕动针，你可以，因为你可以按干的。干的，不要推油哦，干的，干的，我还推油，就是压的意思啦。你按一半还能把我的肝拿出来拔完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哎，刮没办法。阿布兰试试看的，因为他这是道服来服务，对吧？道服服务就要贴你一个车马费嘛。哎呦，对对对，然后跟你的技术的费用、终点费这样，那很合理。而且像哥他比较高级，他刚刚说他想不止按舒服，他想按开心有吗？有这种服务吗？我是没有提供，但是我遇过客人在询问，询问就开心了，直接询问他什么事，直接问你，什么状况，直接问我。通常在问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挡掉。但是有时候就是先都会说，哎，请问有在做一些特别服务吗？在一开始还没去之前，我都已经先推掉了，所以有一些是没有问，然后可能接了之后，然后就当场他就可能按了两个小时，然后最后他就说，哦，今天就这样而已吗？我就说对啊，就这样啊。他说那还有什么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那如果我加钱呢？后来我就哦，原来他想，我就说哦，如果你加钱，我就帮你脚底按摩。就是我再帮他转一下，他说就这样嘛，我说那就刮痧拔罐喽。没有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原则。对，还是有自己的要求呢。你擀面棍就拿出来啊。哎，还是要跟他讲。那其实有男生也有女生啊，但是也是就我才是会婉处理掉，也是会暗示的问。对对对，大家就说可能看人呐，看人接。我就说没关系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全部一律平等。价钱没有谈拢，没有价钱一律平等，正当做。不是一律平等嘛？你的工作应该是一律平躺嘛？平躺，一定平躺要正。好好好，要不然你就腰帮我处理一下。好，先处理。好来，好，没有邪念的哈。好 ，OK， 来了来了哈。哎呦，我那师傅现在是在处理哪个部位？哎呦，处理他的腰。腰，因为他平常如果会腰酸的话，这条竖脊肌一定是跑不掉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你搭配你的呼吸，这个哈不能也不能通通怪罪录影太长时间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应该是打麻将吧。如果打麻将，打麻将也很适合找我，因为我都会遇到那种就是一盏。里面打麻将，然后可能五个，第五个就来按，然后他们就轮流打，哦，这样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也不错哎。然后按的那个还可以在外岔，对，像我就有遇过，就是新娘的婚前最后单身派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找我找他按，但是那个会比较特别，哎呦，我那时候一进门有点特别一点，他们我闻到一种浓浓的香气，哦，国外的话就是他们讲大麻，他们在说大麻蛋糕，那时候。就是哦，觉得很特别，然后在按的过程呢也很特别，因为是按中东女生哦，然后她老公可能在按的过程也很不放心，所以全程90分钟按了90分钟，全程都在录影哦，就是都在视讯盯着我看，收证让我觉得啊有点尴尬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本来就是很正常在按。他看你的长相应该不会怀疑什么了，看我的长相应该觉得哎好像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没有是一个那个正人君子嘛，对对对对，看起来就很正派，对啊，不会像那种。
按到目前为止，有觉得哪里比较？哎，厉害耶！突然觉得他真的有按到那个点哦。哎，那你觉得宪哥目前他身体这样子压起来，他身体算好的吗？如果是分一二三四五紧绷的人，他大概是第二。那我们当然是最好都是到第三，又延展又柔软哦。对对对，你二算是不错的哦。对，二跟四是偏稍微差一点点，那它是偏比较硬的那一派。哦，五的话是柔软。哎，你是硬派嘞，可以哦。没有没有，老师讲的对，因为我必须要把那个肌肉练硬起来哦。然后呢，开球很舒服。哦，这里很舒服。开球哈，开球才有办法开很远哦。对，主要是这样。因为你要 get 到嘛，对吧？那肌肉的弹性也很重要。对，肌肉弹性也很重要。如果太紧绷的话，你在运动的时候很容易受伤。但是太柔软，你在运动的时候你没有肌耐力，你也很容易，对，你也很容易受伤。像通常都是女生比较没有力，所以女生需要多一点肌耐力。男生是比较紧绷，所以需要多做一些延展性。老师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脊椎是非常直的？我感觉到你的脊椎可能可以开一下。我刚刚有被开背，我也被开过。刚刚他的开背超舒服。看你想不想要试一下？很棒。开背是怎么开？开背可能先从正躺，我们可以转正面躺。正面哦。好，那躺着可以开背吗？对，正躺的话，先帮你开腰的部分。开腰，开腰。对对。而且我发现开背完之后呢，呼吸到比较多空气耶，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我们头就放胸前，我们先看就是下半身的柔软好不好？哇，好舒服，感觉舒服呢哦。来，我们这边慢慢的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好，吐气。先从放松腰开始，有哦，对，正常呼吸哦。哎，平常很少这个角度看宪哥那么久，而且一直在那边叫也很难得。好，舒服。舒服舒服，有开另一边也可以吗？另一边也可以，好，哎，可能会我们 A 面开完，我们开 B 面，好，对，两边都正面，嘿，对，先放松一下，嘿呦嘿呦，噔噔噔，嘿呦嘿呦 ，OK， 好，我们慢慢的先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好，吐气。来吐气哦，吐气哦，哈，慢慢的先做放松，来了，有，这有开到，有哦。太好笑了！好，我们先坐起来，先坐起来。哇，好浪漫。那我们这边先站一下。很温柔哎，很温柔。对，还有一个是站着开。嗯，那什么叫站着？站着开，我可能会需要宪哥把手扣起来 ，OK， 放在这个位置，握紧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双臂往内收紧，收紧。对，然后吐气往后仰，吐气。对，还有一个需要你，还有一个需要你把脸像小花一样托在脸颊，叶子花，对，然后手肘往内收，注意哦，好，一样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放松，吐气往后仰，哇，哎呦哎，有对不对？专业打开了，有专业舒服又安全，哎呦，对，哎，它的里面的咔，对，一节打开，一节慢慢的，因为你整个拉高，你那个脊椎本来是压迫的，对，它其实是久了之后，你其实那个都是固定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明天是我的打球日，我非打挂他们，再找我一次。而且你这样弄完开完之后，整个就长高了，哎，有哎，一节会长高，对，一定会有，真的，有哎，真的有高哦，因为之前都说的嘛，对，等一下电话留。对，改天如果叫你来帮我们现场这样服务，对呀，真的没有问，神清气爽哎！我刚刚都有帮。我们今天可以录到4点，我觉得。